对，那另外讲到你们的客服，真的很厉害耶，我在网络上做订购之后，你们的客服还一定会找到我，对，跟我详细的询问确定什么样的 size。 那因为呢，你们的客服做得那么好哈，评价也很高耶，对，在这个业界里头算是评价很好的咯。对对，因为我们是就真的是全台湾唯一一家把袜子做到这么细的，所以因为这个部分，如果说客人订错尺寸，他又要退，对对，又要换啊，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的客服一定会很客气的跟客人就是询问到正确，然后判断最正确的尺寸，然后再把货寄给客人，然后客人穿到一就是他每一个穿过我们袜子的人就觉得哦，这袜子真的很服帖。嗯，袜子好，然后呢，服务又非常的贴心。好，这个是总经理这样子一路创业摸索过来的，从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。